全台千组表演团体经过半年筛选，目前仅剩最强十二组表演者。因为百万终极十强两小时后即将诞生，全国最强最激烈的各界达人厮杀现在展开，绝对不能错过。百万大明星，八杂六乐团对决，古筝男孩 Good Boy。接下来欢迎 Good Boy 六琴合奏《十面埋伏》。今天我很开心，也很紧张，因为我终于可以帅帅的出场了。我也很开心，因为我们这次的曲子很厉害。我很有信心，因为我们弹的曲子是十面埋伏，很有气势，希望能把敌人打败。Good boy， 加油加油加油！给几位新评审介绍，这组 Good Boy 才十几岁哦，十到十二岁。这是我们的黄董，因为他小孩脸，但是却有一种董事长的架势，所以我们都昵称他黄董啊。这两位过去是总经理啦，跟经理，但最近表现很好，所以他现在是财务长啊，这执行长啊，三个都是大官。我问你们为什么要六台古筝？因为老实说，之前三台气势就很惊人，为什么要六台？有什么差别吗？啊，怎么样？是不一样的调，六台都不一样。不是，有三台一样，三台不一样。不愧是财务长，讲话很清楚了哈，真的很优秀。好，谢谢。那这边呢？哪两位是演过《赛德克巴莱》？后面。哦，真的好像有哎，那里面几百个人，我哪知道他们演过啊？你是说真的还是假的？对，真的啊。而且听说他们的衣服是当时去拍戏的戏服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没有还给魏德胜哦。他们把它买下来。买下来。好，大雄也是很优秀的团长哈。好的，五位老师。轻松之后要二选一喽。
PK 只有一组直接晋级，一组要暂时淘汰。五位老师要选我右手边 A 组大熊领军八三六乐团的歌曲《摇滚的感觉》，还是左手边十面埋伏六千年台的 Good Boy？ 五位老师，请选择。只有您哈独排众议啊，您投的是八加六，为什么呢？哎，你不能因为人家有胡子你就……哎，对哦，小燕姐主要不是胡子的关系，因为她拿刀我会怕，是这样的原因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天上人间，我给你们一个词啊，你们的表演是仙乐飘飘处处 ，Good boy， 真的非常棒 ，Good boy。对，那我觉得八加六非常有创意的，就是他们拿的刀，从头到尾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么粗糙的男人，然后。对着评审拿刀，那我觉得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气势，而且他们装扮用心良苦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战役，是钢跟轴的对抗。但我心目中我看到的钢其实是 Good Boy， 我的柔其实八加六。其实八加六先讲他们的表演，他们很好，很有创意，把这个原住民的粗糙舞结合摇滚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露馅，就是主唱大雄的眼神，其实还有那种怜悯之心，所以感觉上呢，你这个刀是没有真的要挥下去的。但是回到这个 Good Boys， 其实哦，他们从起手式，他要下去琴键的那一刹那，你就知道这三个人是狠角色，来者不善。对，他的每一个爬音、转音、跟颤音，跟那种他们三个一致的那种音乐上面能量的展现，那才是真的是会置人于死的这个力量。所以我觉得我就投给 Good Boys， 我觉得三个小朋友有这么厉害的突出表现。非常不简单，谢老师的这个评语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暂时先欢送一下八加六乐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请往左边出场。好，直接晋级的是我们三位可爱的男孩，年纪轻轻，但是非常有大将之风。Good boy， 恭喜！Good boy 确定晋级十强。